Seafood 来了，一定干到你们嫉妒，跪着叫我师傅。嘣！Hello Kitty，玩图玩图哦，把小钟哥电到会秃耶！其实这次的比赛，我状态有点小松，因为我简简单单就想要虐爆小钟。棒！也许在演艺圈你是我的前辈，但是在饶舌里面你看起来就是像我学妹。对女孩子，我需要认真吗？棒！十拿九稳，轻松拿下。那最后那一吻，最后那一吻是要给 Melody 的。棒！他算是我的师兄，但是在音乐里面他算是我的徒弟啦。没有高低哦，各有千秋。其实我们互相都尊重彼此在音乐上面的一些选择啦。对，而且我们是代表线线家族里面前两帅的，因为就两个人，扬长补短，互相 cover。谁是短？我出过国嘛，所以我是扬长，他就是。你真的要炸掉欸，不要跟市政府一样讲了没炸哦，要舞台类的，舞台类一定炸，舞台真炸对不对？那个假炸就好了，那个假炸就好，那个打打嘴炮就好了。